诗篇133篇第三节，有比黑门的甘露刚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记住他说在那里有永远的生命，在那里有耶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将在那里去对比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当然在诗篇第三篇对比以色列人来讲就是石安山，但对于基督徒呢，难道我们都有一座所谓石安山，又或者这一度我们明明这个钻石山、慈云山、狮子山是石安山，那我们那里有永远的生命吗？不是，教会是在哪里有永远的生命啊？我们拥有了什么是神赐使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啊？就是神的律例典章嘛，神的话语嘛。我们得救是在乎这个不能够扭坏的道，就是神的话嘛。所以坚守神的话，就是我们坚守神所给我们拥有永远生命应许的石安山。平信徒有平信徒要坚守的，如果不是他的救恩都不保；教会有教会坚守的，如果不是在神的眼中他就不是石安山。但是正是这个观点，我都可以说遇过无数骄傲的基督徒，口口声声都说跟教会观点不同。当然我知道这个甚至在外面教会很多人都可以跟自己教会这样说，但如果去到一个这么有神的恩膏、神的同在的教会，这么以神的话作准则行到今日的教会，而那些只是为了人事而跟教会所谓观点不同的人，很明显你会看到他真的不知天高地厚。他不知道的就是教会是绝对不可以以个人的喜好、本土的文化，或者这个人的佛教、道教的背景，以息事宁人成为教会的准则的。如果这间教会希望得的不是释迦牟尼的祝福，而是希望得耶和华主耶稣基督圣灵所降临的祝福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要住足食经的标准。而这个就是我们连续整个月来所讲到，就是关于观点不同最根基的分歧了。所以这里我觉得是时间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在开始建立这间教会直至维持这间教会这么多年，神所给我的观点。而这个观点讲真就是真的不是很多人能够认同，不能够导致很多人去接受得到。不过就是同样亦不是在香港有很多人能够建立石安这样的教会。好有趣的，原来就是当你能够看事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破釜沉舟式搞教会建立石安，无论什么都以圣经做依归，无论什么至死忠心照着圣经去做，就算人家说你这样要改一改啊，或者加少少道教佛教色彩啊，又或者加少少人家这级的会做法啊，妥协少少无所谓啊。当我去揸住神这个标准的时候，你估我见到什么呢？最明显见到就是我揸住圣经的标准，我就好清楚见到神圣经应许的祝福。当其他人去提供其他的可能性的时候呢，我真的见不到他们提供可能性有什么祝福的。起码就是那个人不能够担保件事一定是可以成功的。因为很多时候其他人去提供的意见，我都见尽很多人去做过的了。用很多这些方法，很多这些做法。但是我所发现的就是说，他们所经历的、所见到的，就好像巴勒斯坦人所见到，就是一片沙漠。但是我想你知道，原来由你真的破釜沉舟，譬如举个例，你相信医治的真理，你相信圣经一些简单个人信徒的真理，你真的去相信和真的破釜沉舟去做的呢，你真的会发现就是你的思想啊，你的信念啊，都会被你见到绿洲的，见到应许的，见到可能性的，见到生命的。而但我想你知道，我身为教会的总负责人，有开始教会的时候，神已经跟我讲的说话当中呢，占一半就是教会管理。当然有一半就是主日信息啦，主日信息我都会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教会管理基本上就很少在主日分享。而事实上我就是想利用这段时间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一些管理的立场和看法。但我想你知道，无论你个人
如果照着神的观点去看的话，你是会见到绿洲，但是教会都是。我身为管理这间教会的总负责人，当我每一次看回圣经的应许要去处理那件事，我知道我处理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令到很多人开心。有些人甚至所谓以离开教会去相间，就是说、哦、我离开这间教会等你醒一醒一日，我离开你这间教会去救你。又或者有些人说又说你做得这么绝情你很危险的样。我想你知道我开始教会的时候已经很多人这样跟我说了，即是我意思就是说是二十至二十几年前都有牧师、啊、有些领袖、啊、这样跟我说，但是二十几年之后呢，很多这些所谓领袖一是坐轮椅，一是死了，一是离婚，一是犯奸淫，有些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有些已经不是做牧师了。但是说我危险的人呢、反而到二十几年之后都没有那么安全，因为他觉得我做这些我没有保障。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又说为什么你做的事你不是看风头火势看风使你很危险的噃，为什么你不去冧掂这个人，这个人走的时候会导致的伤害很大的、啊、为什么你不妥协、或者甚至在这个恶霸的面前你尝试去妥协一下，他对你的将来的前途是有很大破坏的、啊、但我想你知道呢，我打从个人信仰上面也好，我根本没办法去看到他们的个观点呢会有什么出路，因为我只是看到一片沙漠，如果我跟他们这样看。但我看回圣经的标准，无论个人来说又或者甚至教会管理这些的真理，甚至每一次教会的时候我都会看见前面一片绿洲的，而信不信由你，而每一次我处理的时候都能够掘到新的井源，欢然取水。诗篇133篇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心里谨记主厚恩，并从未忘掉神恩，我心决意要奔跑天路，随正悔疚常坚稳，坚决跟我主脚踪，于世间发光随黑暗，纵经挫折面对不可能，仍傲然确信恩主常导引，攀射奉向着一路长沿着恩赐兴奋，我的心志越切诚恳，盼一生里效法神足印，求可将心志热诚奉承，献出心真之奉上光阴，求可坚守信念永不失却，每天释放信心依靠神。